城里来的人就是会玩，一天到晚不是鸡鸭鹅就是鸡鸭鹅，今天鹅今天鸡，明天看来我要去换，去集市上看有羊肉牛肉，换别的去了。这个拿给你爷爷。好的，那肯定都要喝。我加几饼干吧。地瓜，地瓜赶紧来啊！那个蛋呢？我早用的没用的，现在好像都坏掉了。好会玩哦，很会玩啊，回去我也要这样子弄。妈妈也爱吃笋呢、啊、我说你也爱吃笋呢、啊、这个哥，这一锅你负责了是吧？嗯。这要弄几个小时啊？一个小时可以了。一个小时可以了。挺凉的，都是。伟哥、啊，这边烤火比较舒服哦。热死了。热死了。老师，大家辛苦了啊。红姐辛苦了。你叫他叫红姐。人家年轻啊。麻烦叫红伯伯。年轻。姨婆，我这样叫年轻。你看安不安？安安白白看着就好啊。安白未少啊。哎啦，你哎婆。漂亮、啊哦、没有鱼肉了，没有鱼肉，都是酸菜是吧？我应该是这个了，这个用胶啊，跟他比贵了，这个就跟他比哦，好价贵一下价了、啊、哎呦，起锅了，起锅了还有红薯，放哪里？放些豆丁呢。哎，怎么说话？得我。搞定。哎呀，这个你说吧。我要去套包了，我要等着去套包这里。套包。鸡腿呀、啊，好吃不？他说话不是这样说，好吃，做的好。妹妹，你要不要玩水水？再换一次，爷爷。悠悠。够吗？不够。有。有。你想下去游泳吗？有，你怎么这么兴奋呢、啊，妹妹啊？有，你想游？姐姐想跟你一起游了，结果你洗完了，害她老伤心了。嘿、哎、嘿，妹妹。你坐在那里干嘛呀？无聊。无聊写作业。那谁呀？谁要敲到头哦？自己看好他。有油。有油。有油。悠悠，你长得真像个男的。为什么你跟哥哥小时候那么像？头发也一样的。
啊，咱们一起来哦。嗯。姐姐。你这是干啥呢，妹妹？哎呦，有油啊？要油吗？油吗？嗯，油吗？好啊。好。好。跟你妈妈讲，好，有油。没有。妈妈来，有油。你已经油过了。油。油吗？下来哦，好吗？我们分别两路，阿伟带着他儿子去外面吃一点宵夜，我就在酒店里面点了一点外卖陪女儿，还要陪她在这里泡澡，多陪他们玩一下吧，毕竟最近跟他们相处挺少的。然后就是呢，明天也要回去了，明天我再带我妈去赶集一下，然后去逛一下菜市场啊，买一点看有没有啥土货的，再带一点菜回果园，中午再自己煮一下，然后可能下午或者中午吃完饭他们就回去了。感觉好快啊，一下子刚过来没两天又要回去了。但是我应该也差不多在一个星期，我应该也差不多要回去了，就可以回去好好带他们玩了。也有人问我婆婆怎么没有来，对，婆婆没有过来，等我回去的话我会带她出去玩一下。她跟集体出来玩她不行，她就是她也不来，就是怎么说呢，身体她坐车也会晕车，加上你要去景点玩啊啥的，她都压根她都是走不了的，她压根就不行。所以呢，下次吧，有机会等比较闲的时候再带他出来玩。家里也得有一个人嘛，就刚好把他留在家里面了。他想待在家里面，我们也不想勉强他，对吧？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了。这两天玩得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然后我也偷懒了，就没有直播，就想说好好陪家人。我妹后面也是赶过来的，阿伟打电话叫我妹夫他们一起过来。我弟的话就是我弟妹出去外面去哪里玩了好像是，所以他就没有过来。本来我妈想把他两个小孩子带过来的，又怕人多到时候带不好是不是，然后就没有带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咯，拜拜。